当年的一部《还珠格格》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，也是捧红了不少明星。里面的香妃让小编印象深刻，她在院子里翩翩起舞，那么多蝴蝶围绕着她，也是太美了。香妃的扮演者是刘丹，刘丹1975年11月1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，中国内地女演员，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。1998年，刘丹参演了《还珠格格》，同年还参演了经典古装神话剧《西游记》续集，在剧中饰演西海公主敖寸心。不幸的是，他在2000年1月30日在广深高速公路深圳机场路段遭遇车祸不幸身亡。之后有网友爆出香妃刘丹早期时装造型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侧枝的大粗辫子配上刘丹的一抹笑，看着很惹人爱呀。这张身穿蓝色上衣的艺术照有别样的气质，俏丽的打扮，时尚又洋溢着青春。娱乐圈少了她，这是一大损失。刘丹最打动的人是她的美丽、恬静自然、清新脱俗，如春风拂面，芳香怡人。虽然人已经逝去，但仍然有不少痴心粉丝在纪念这位永远的香妃。